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七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八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2年11月15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2时8分，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曾伟明宗等13人，列席委员尤文玉兰等11人，列席官员法务部部长蔡清祥等人，主席汤召集委员会征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5案。本次会有文曾明宗等11人提出质询，文郑运鹏等4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二、第三条、第七条、第11条及第41条均照行政院提案通过。三、第12条、第25条、第26条、第36条及增订第39条之一，均保留送院会处理。四、第33条及第34条均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五、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六、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汤召集委员会征出席说明。七、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八、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错误或遗漏？没有哈，好，我们议事录确定。我们接着介绍到场的委员及应邀列席官员。好，我们首先介绍我们汤慧珍、赵伟、郑运鹏委员。好，谢谢。那我们接着介绍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哈。那我们这介绍相关的，就是我们第一次审查会议已经就所有的官员已经介绍过，所以我们现在只介绍啊我们的考试院秘书长刘建新刘秘书长，考选部许书祥许部长，全序部周志宏周部长，我们文官学院院长郝培之郝院长，好。那其他的列席的人员名单，请参阅哈，并列入公报记录。本次议程报告事项第二案112年度全序部之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讨论事项第一至三案分别为：继续审查11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考试院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考选部主管考选业务基金收支部分，全序部主管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及公教人员个人专户制退抚基金基金收支部分。现在处理议程所列事项，处理前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读报告事项所列112年度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及讨论事项所列113年度预算案之全部预算数及所有委员提案，宣读时间约7分钟，请宣读。报告事项第二案，全序部函为11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减送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决议第一项管理费用之自行运用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请查照案。讨论事项第一案，113年度考试院主管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56项考试院第57项全序部第58项工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及第59项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均无列数。第三款规费收入第52项考试院1400万元第53项工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8000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62项考试院577000元第63项考选部576万元第64项全序部34万元第65项工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1000元第66项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711万5千元第67项工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局无列数。第七款其他收入第63项考试院20万2千元
第64项考选部伍列数，第65项全序部28000元，第66项工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26000元，第67项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16000元。岁数部分，第5款考试院主管，第1项考试院3亿4591万7000元，第2项考选部5亿2911万5000元，第3项全序部314亿8156万2000元，第4项工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2亿5645万5000元，第5项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2亿7638万4000元，第6项工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局3亿2506万8000元。第2案考试院考选部主管113年度考选业务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案，业务计划请参阅预算书，业务收支业务总收入6亿2799万3000元，业务总收入6亿2799万3000元，业务总支出5亿8426万5000元，本期剩余4372万8000元，结缴公布净额及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4941万6000元，国库增拨基金额及补办预算均无列数。第3案全序部主管113年度工人退休抚恤基金预算案，基金运用计划请参阅预算书，总收入314亿2242万2000元，总支出19亿1931万5000元，本期剩余295亿0310万7000元。全序部主管113年度公教人员个人专户制退抚除金基金预算案，基金运用请参阅预算书，总收入359万4000元，总支出421万2000元，本期剩余2638万2000元。宣读完毕。继续委员提案部分，请参阅预算提案内容及提案会诊表。考试院主管收支部分，一案税入第7款其他收入第64项考选部第1目杂项收入增列50万元，委员郑运鹏等提案。二案至57案为岁出部分第5款考试院主管提案。二案至18案针对第1项考试院。二案业务费之国外旅费冻结179万元，委员林淑芬等提案。三案第1目向下第1目一般行政冻结30万元，委员江永昌等提案。四案第1目向下业务费之水电费减列5%，委员吴怡丁等提案。五案第1目向下资讯业务冻结50万元，委员吴其明等提案。六案第1目向下03中办理资讯系统维护电子证书签章费等冻结10%，委员曾明宗等提案。七案第1目向下03中设备及投资之资讯软硬体设备费冻结100万元，委员林淑芬等提案。八案第3目法制业务冻结50万元，委员江永昌等提案。九案第4目施政业务及督导冻结20万元，委员谢义凤等提案。十案第4目向下02考全施政业务审查及督导冻结10%，委员林思明等提案。十一案第5目第1预备金冻结50万元，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十二案至18案分别为委员郑运鹏等、委员曾明宗等、委员汤慧珍等、委员林思明等、委员谢一凤等、委员吴一丁等所提之主决议案。19案至35案针对第2项考选部。19案第1目一般行政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业务费之房屋建筑养护费冻结10%，委员曾明宗等提案。20案第2目考试业务项下对考选业务基金办理事务工作补助冻结500万元，委员林淑芬等提案。21案科目铜钱冻结10%，委员林思明等提案。22案第2目向下对考选业务基金国家考试数位转型发展及推动补助冻结10%，委员林思明等提案。23案科目铜钱冻结10%，委员吴怡丁等提案。24案第3目考试业务研究改进冻结10%，委员吴怡丁等提案。25案第3目第3节研究发展及宣导冻结100万元，委员林淑芬等提案。26案科目铜钱冻结20万元，委员吴其明等提案。27案科目铜钱冻结10%，委员林思明等提案。28案第4目一般建筑及设备第1节营建工程冻结100万元，委员吴其明等提案。29案第5目第1预备金冻结392000元，委员刘建国等提案。30案至35案分别为委员曾明宗等、委员汤慧珍等、委员谢一凤等、委员吴怡丁等所提之主决议案。
36案至50案针对第三项全序部，36案第一目一般行政冻结50万元江永昌等提案，37案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设备及投资之机械设备费冻结10万元为吴其明等提案，38案第一目向下03资讯系统之使用及管理中业务费之资讯服务费冻结10万元为吴其明等提案，39案第一目向下03中设备及投资冻结50万元为吴其明等提案，40案第二目人事法制及全序冻结100万元为刘建国等提案，41案第二目冻结15万元委员江永昌等提案，40案第二目冻结10%委员林思明等提案，43案第七目公务人员退休抚恤给付冻结10%委员林思明等提案，44案至50案分别为委员郑运鹏等、委员谢依凤等、委员吴一丁等所提之主决议案，51案至54案针对第四项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51案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业务费之水电费减略10%为吴一丁等提案，52案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50%为林淑芬等提案，53案第二目保障及培训第一节保障业务向下公务人员保障政策法规之严拟规划及解释冻结50%为赖香龙等提案，54案为委员汤慧珍等所提主决议案，55案第五项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委员谢依凤等所提主决议案，56案第六项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局第二目退休退抚基金管理冻结50万元委员谢依凤等提案，57案第六项第二目向下03除经收支保管及委托中业务费之委办费冻结10%为吴一丁等提案，全序部主管退休抚恤基金预算提案1至3案分别为委员曾明宗等、委员谢依凤等所提主决议案，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现在处理报告事项，所列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报告事项第二案，全于本会第15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另定期继续处理，原于今日继续处理。而现在进行处理报告事项第二案，全序部112年度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已提出书面报告，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做如下决定：准予备查，提报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本次会议讨论事项所列预算案，全于本会第15次全体委员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并决议均另定期继续审查，原于今日继续审查。进行讨论前，先说明预算案的处理方式。依照委员会处理预算提案的惯例，税入部分依来源别以项为单位，税出部分依机关别以目为单位，分别依序进行审查。各单位预算中，于处理委员所提之增删提案后，其余未涉及之预算部分均予照列。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预算提案经由委员会幕僚的整理，已将所收的委员提案汇整成预算提案本，并且按照预算科目制作汇整表，方便各位委员审查时参考。请大家分别参阅提案本及汇整表进行讨论。另外特别提醒机关，稍后经讨论决议修正之预算提案，请机关将修正内容经提案委员签名同意后送交主席台，并均列入公报记录。审查预算过程中，列席幕僚于首次答复委员问题发言时，请先自行介绍职称姓名，必立公报人员记录。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继续审查11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考试院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好，先处理税入部分。税入部分第一案那个已经撤案后，我们就不讨论了哦。税入预算我们均照例啊，郑鹏委员啊，我们就不处理了。OK， 好。
继续处理税出提案，处理前先做说明。依照委员会处理预算提案之惯例，会让所有委员的提案呢先说明自己的提案，并表达意见，再经过与机关充分讨论之后，整目一起处理，做成决议。接下来税出部分第五款第一项考试院，我们先处理一般行政的部分哦。哦，第二案，好，第二案那个国外旅费的部分，林淑芬委员的提案冻结179万哈、哦，那这部分有没有跟林委员已经做好协商？是我们早上有跟委员这边做一个沟通，那现在还在办公室还在作业当中，所以这案是不是可以先跳过？我们先跳过哈，我们待会就快尽快协商了，是是是，待会再处理。我们尽快来，好。那第三案改主决议哈，第四案撤案，第五案改主决议，第六案改主决议啊，第七案也是林淑芬委员的冻结案，冻结资讯软体设备费，冻结100万，那有没有协商啊？这个部分也在处理当中。好，第七案我们先跳过哈，我们等待待会协商的结果，我们再来做决议哈。第八案改主决议，第九案改。第九案是谢依凤委员，谢依凤委员，请做提案说明。对，我这可以给我施政业务及督导费那个第九案，你有提案冻结20万，这部分你是要写是要改并动的？就是对，依凤这一案改并动的。是委员有同意，我们就是但是说整目一起动啊，对，并动10万元，好吧？这个我们这个机关也考试院也同意嘛，哈，是，就谢谢委员。好，第九案跟第十案是我的了哈，我也同意，就是到时候整目一起来动哦。好，我就宣告了哈。第五款第一项第四目施政业务及督导提案，然后第九案、第十案哦，本目合并冻结10万元，并针对各冻结提案之要求，依审查会决议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啊，现在处理第十一案啊。现在是第五目地域备金的部分，地域备金是刘建国委员提案要冻结50万，这个有没有协商好？我们有跟委员办公室沟通过，不过现在还没有得到委员这边签字的修改，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跳过，我们在会议结束之前来努力一下。好好，我们第十一案先跳过。谢谢主席。那第十二案是主决议啊，第十三案也是主决议。第十四案改主决议，第十五案是主决议。是主决议啊？对啊，不，我先念完大家哈。好，第十二案到第十八案都是主决议了哈。那这部分我们都没有意见哦，我们就这个照案通过哈。文字修正的部分哈，那也已经都讨论好了哈，所以这一部分第十二案到第十八案的主决议，我们照案通过哦。现在进行考检部的部分哦。第十九案撤案，第二十案林淑芬委员也是冻结500万啊。这部分我们考检部有没有跟他协商啊？我们也正在协商当中，是不是先跳过？好，二十案我们先跳过。二十一案改主决议，二十二案改主决议，二十三案吴怡丁委员的哈，吴怡丁委员的是不是他没来哈？但是他的部分有没有跟他做协调哈？二十三案吴怡丁委员的，这部分好像是可以更多其他案有冻结的话并动，并动嘛哈、好。二十三案我们就待会再来做一并的处理哦，看总整目冻结多少钱了哦。已经就这样子了。
那20到23案有关考选部的考试业务的部分哦，那林淑芬委员又还没有讲好，那等跳过好了，24案我们也跳过哈，待会23案也跳过，待会跟林淑芬委员的冻结案啊一并来做处理哦。好，现在处理第三目考试业务研究改进部分，第24案啊改主决议哈。第25案林淑芬委员的这部分也是先跳过嘛，正在协商中哈。那26案改主决议，27案撤案，28案改主决，哎，啊没了哈，就到27案哈。好，这个我们待会等林淑芬委员的协商结果哈，再来做这一幕的处理哈。第四幕一般建筑及设备的部分哈。第28案改主决议，第29案啊刘建国委员的冻结案392,000元，那个考选部有协调后尾协调好没？29案也在协调当中，是不是也先跳过？好，哦，那我们先跳过哈。30案，不好意思，主席，那是就是林委员的案子，是不是我们民进党都哪一个谁的？对，是不是都没有表示意见？因为是不是因为其实民进党团的干部也都在这里？哦，是啊，林淑芬的是的。我是不是？哦，好。那个林淑芬委员的哈，哦，那个我们尊重机关，就跟他的一个协调的一个结果，他现在有好几个案子已经改成主决议了哦。那我想我们。哎，现在忙处理吗？还是待会处理？啊？对啊，待会再回头嘛，哈。那个部分我们待会再回头来处理林淑芬改组决议的案子啊，哦。那29案的部分，刘建国委员的跳过嘛，待会再一起处理哈，哦。那第30案改组决议，31案啊，文字修正改组决议，32案也是改组决议。啊，33案也是主决议，34案也是主决议，35案也是主决议。这个，考选部都沟通好，没有意见了啊，对主决议都没有意见。是遵照办理。好，接下来处理全序部，全序目部第一目一般行政哈，总共有四个案子哈。第36案江永昌委员的啊改主决议，第37案。吴其明委员的，还有38案、39案都是吴其明委员的啊。这三个案子有没有跟吴其明委员达成共识？我们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是，全部就依照他的意见做冻结哈，啊。所以37案就是冻结100,000啊，38案冻结100,000，39案冻结500,000啊。接下来处理。第二幕人事法制及全序啊的部分，第40案刘建国委员的冻结100,000，是不是也暂时先保留？因为还没有处理好。好，刘建国委员的啊，先暂时先跳过哈，再继续跟他协商。第41案啊撤案，第42案改组决议哈，所以这一幕我们待会再来做处理。接下来处理第七目公务人员退休抚恤给付部分哈，第43案啊，正那个改组决议了哈 ，OK， 第44案啊组决议，第45案组决议，第46案文字修正啊改组决议，第47案组决议，第48案组决议，第49案组决议，第50案。主决议啊，哦，那个机关对这个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都没有意见，遵照办理了哈。是，遵照办理。接下来处理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的部分啊，哦，第一目一般行政哈，那51案，那吴怡丁委员撤案，52案林淑芬委员的部分也。还在协商啊，没有，林委员已经同意我们文字的修正之后，然后动50,000。好，那已经有签动50,000啊。嘿，
好，那部分文字修正。好，谢谢。52案做动50万，53案改主决议啊，54案也改主决议，55案也是主决议，好。好，那文官宣带。好，我们现在宣读一下，还不要宣读啊？然后我们下一个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的哈，第55案也是谢一峰委员改组决议。就是主决议嘛，就是主决议，原本就主决议，原本就是主决议，是是，原本就主决议，没有更改。OK。那这个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机关没有意见，我们就照遵照办理。好，遵照办理啊。现在处理公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局的部分啊。那么第56案，谢一凤委员啊，冻结50万这部分，谢委员要做那个提案说明吧。我们就是就他一些文字修正，我们给予他就是说3个月内跟立法院报告，提出书面报告，我们就可以解冻。那所以就是希望说他们就是我提出的问题，可以尽速的，然后做相关的方案的研拟，然后给我们委员会所有的书面报告这样子。好，所以冻结部分还是50万、啊。对，好，那个。来，机关全区部啊，这代表这个管理局啊，我们遵照办理。那啊，因为下一案哈、啊，那个吴委员的案子哈 啊，我们拜访他的时候，吴委员是说要并这一案来处理。好，那就并动50万。好，57案并动50万啊。好，我们做以下宣告：第5款第6项第2目退抚基金管理提案案号第56案至57案。本目合并冻结50万，并针对各冻结提案之要求，依审查会决议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来处理林淑芬的，他是哪一个？好，我们现在来处理林淑芬委员的部分啊。林淑芬委员全部都已经全部了啊，从第2案开始。啊，林淑芬委员那个第2案哈。他改主决议，第7案也改主决议。第20案，林淑芬委员也是改成主决议。第25案也是改主决议哈、哦，机关都没有意见啊、哦，对，现在都没意见，好 ，OK。还有这个，要不要宣告一下？大家宣告一下吧。对，没有了，好。其他都没了，还有一个52哦。52有吗？哦，好 ，OK。好，现在只剩下第11案刘建国委员的部分，第11案还有林淑芬委员，哎，11案跟。跟23案嘛，哦，就是这一幕，吴一丁委员那边。第20案那个吴一丁委员的第23案的部分，这部分他冻结有跟他沟通过吗？冻结的话，主席，这个案我们也来沟通，就是如果其他的案，好像20案如果有冻结，他就并冻10万。那现在20案已经改主决议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取得他同意，他再签名改主决议。好，好，谢谢。Okay，我再等一下，其他都处理完毕了，好，都处理完毕了。有委员的，等一下，建国是哪几个？十一还有？11、29、40。那个刘建国委员的部分呢，现在有第11案，还有第19案，对，不是那个第11，还有29案，还有第40案，正在沟通吗？是正在联系当中，联系，还没有得到委员
意见。有联系到他吗？那个刘委员有联系到吗？还是我们如果一直联系不上哦，我们就先保留，再做第二轮协商。有联络上吗？刘委员应该来不及签名，但是基本上同意我们跟他的沟通的结果，所以他说现在希望请江委员这边可以代签。这是要刚已经签了，已经签了，对。啊，签了对，江委员再签。那个我都有联署了，所以我就把补签了。好了，那一改一下，改主决议啊。好了，哦，来。把合并全部合并了、啊。合并第一目啊，一就只有他的而已、啊。第十一案啊，就同意。嗯，他第一次第五目他不是第一目。对啊，一般行政的。是他现在改提案给谁？进出来，那就很拼了。好，那个刘建国委员的意思，第十一案哦，他改提案成为这个冻结一般行政啊、哦，就改冻结一般行政300,000哦，所以我重新做一下宣告啊、哦，大家都已经讲好了嘛哈，好、哦，都跟他沟通过了啊、哦。好，我们第五款第一项第一目哈、哦，一般行政提案案号第三案至
第三案至第七案以及第十一案哦。那第四案撤案，第三案、第五案、第六案、第七案不予处理。改组决议了，改组决议。第三案、第五案、第六案、第七案改组决议，改为主决议啊、哦。那整目我们冻结30万元，并针对冻结提案之要求，依审查会决议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那其他的呢？他其他第十一案是这样处理啊，其他。那刘建国委员第29案改组决议。43案改了吗？好，刘建国委员提案第40案啊，也改成主决议啊，机关都没有意见了哈，都沟通好了，好。好，我们做以下宣告，讨论事项第一案已处理完毕，做以下宣告。11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考试院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审查完竣，提报院会。依例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林召集委员林思明说明。23案是那个吴丁的，对啊，他刚才说 OK 的，好好好。有改，我他有讲啊，对他有说他改了 ，OK， 他改那宣告过了。你现在把那个重新再讲那个第几幕的，那我们第一案呢，做以下的补充宣告哈。第五款第三项第一目提案案号第36至39案，第36案改为主决议，本目合并冻结70万元，并针对冻结提案之要求，依审查会决议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我们接下来处理讨论事项第二案，继续审查。11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考试院考选部主管考选业务基金收支部分，因为没有委员提案，预算均照列。讨论事项第二案已处理完毕，做以下宣告：11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考试院考选部主管考选业务基金收支部分审查完竣，提报院会。依例院会讨论权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林召集委员思明说明。
接下来处理讨论事项第三案，继续审查11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考试院全序部主管、公务人员退休辅系基金及公教人员个人专户制退辅除金制度、退辅除金基金收支部分。先审查公务人员退休辅系基金收支部分，请参阅提案本及会诊表进行讨论。提案第一案到第三案，一到三案均改为主决议啊，机关也都没有意见哈。好，接续审查公教人员个人专户制退辅除金基金收支部分，因为没有委员提案，预算均照列。讨论事项第三案已处理完毕，做以下宣告：11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考试院全序部主管、公务人员退休辅系基金及公教人员个人专户制退辅除金基金收支部分审查完竣，提报院会。依例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林召集委员施明说明。本次会议进行到此，会中通过修正之预算提案，请机关将修正内容经提案委员签名同意后送交主席台，均列入公报记录。通过之决议依例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议程所列事项均已处理完毕，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